快到了。库车曾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古都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？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世纪期间，龟兹古国的歌舞曾出现空前的大发展时代，龟兹歌舞就已经传播到了中原地区乃至日本、韩国等地，涌现出鸠摩罗什、苏堤婆、白明达等许多著名学者和音乐家。是吗？哎呀，今天真是长见识了。你好吗？你好。您好。你沙汉大婶在家吗？在，在屋里，请。请。哎，好。请。你好吗？你沙汉大婶。你好，好，好，你们也好，你们也好。你好，大婶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乌鲁木齐来的麦尔丹研究员。啊。你好。好，里面请，孩子。请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好，好，请用茶。奶奶，我把您的茶搁这儿了。好的。大婶。啊。我这次是专门来找您的。好啊。不知道我能帮些什么忙呢？我想写一部关于您的作品。您能不能讲一讲您的经历？我的那些歌儿不都在说我的经历吗？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家父经常念叨您。啊？你的父亲是谁？我是沙雅县卡德尔图尔逊的儿子。沙雅县文工团的歌手卡德尔图尔逊吗？是的。那你？你是图尔逊阿訇的孙子？嗯。
你怎么不给我呢？你给是要给的，但是你要和我对诗。我要刷漆黄木箱，再用木胶粘木箱。你别太急，怕下汗，明天请你进我房。他的脸蛋白胖胖，说出话来像蜜糖，就像捉鼠的小猫咪，两只眼睛直发光。我把趴下汗取上，紧紧贴在心窝上，心愿实现心滚烫，就是死也心不上。托尔逊哥，你好，尼沙汉。你好，托尔逊哥。好久都没见到你出门了。都好着呢，就是不怎么出门。啊，快进来吧。你怎么急急忙忙的找上门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是想见见你，有点事儿。是谁呀，孩子？你好，法南莫汉大婶。你好，你好，别站门口，快进来吧。啊，谢谢，我就不进去了。礼拜日，八一大哥要在乌恰果园举办买西来府，让我来邀请你们去弹唱。啊，我们已经不去弹唱了。你知道儿子太小，留下他一个人在家，我们不放心。你们还是请别的歌手吧。八一大哥再三交代，一定邀请您和尼沙汉呢。那让我们再商量一下，然后再答复吧。太好了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托尔逊是不是在阿布拉巴一家打工呢？是的，妈妈。他妈妈麦丽艳大婶和阿布拉巴一是亲戚。自从麦丽艳大婶卧床不起，多亏了阿布拉巴一照顾，还让托尔逊帮他打理生意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小小的年纪就挑起了一个家的重担。哎，你怎么对他说商量一下？我不去，难道你一个人演唱啊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是说，人家不是来邀请吗？我想，如果你要是你不去的话，我就和大婶一起去。你已经老大不小了，这您就别担心了。如果和在屯汉大婶多去几家，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出师了。这样的话，我还可以帮您分担一点压力，所以我才那么说的。你就答应我吧。你爸爸说去挣钱，去迪化都一年多了，没有音讯。如果他在家，我和他一起弹唱，家里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了。他会回来的。活请，准备的不是很周到，请客人们不要客气啊，不要客气。阿姆提阿基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烦恼，今天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就先把烦恼搁在一边，我们快乐的聚会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兄弟啊，你以为我不愿意开心吗？大家都知道。5年前，为了让乡亲们
从封建、愚昧、迷信中解脱出来，让他们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。我们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好不容易建了一所启蒙学校，可惜呀，在封建保守派的干涉下，这个学校关门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走南闯北的人都知道，因为有了科学知识，当今世界，人家在瀚海畅游，在蓝天翱翔，可我们呢，还赤着脚在愚昧无知中彷徨。哎，这种情形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啊？其实大家呀，担心都是一样的，这种现状会过去的。大哥，我们都会想办法，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吧。你扎木丁先生说的对呀，怨天尤人是没有用处的。新式学校的关闭，我比谁都难过，连我们自己的歌舞也都快没有了。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聚会，就是想唱唱我们自己的歌，开开心心的。如果大家没有意见，我们请乐师唱一段，怎么样？你们看行不行？大家开心点。行行，开心点，请吧。Yüreğim çak çak buldu, vay buldu. Levendim su içerim. Levendim su içerim. Öte yol.倪沙汉，这个你带回去吧。这个就算了吧，我刚才已经吃了不少了呢。拿着吧，拿着吧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好人呢？你也在那所学校读过书吗？是啊，我刚学会识字的时候，学校就关闭了。嗯，真可惜。如果有女子学校的话，我肯定也去读书了。倪沙汉，嗯，你教我唱歌吧，好吗？你真傻，哪有女孩子教男孩子学艺的呢？如果你教我唱歌，我呀就教你写字。真的？那当然。我特别喜欢听你唱《弥拉基汉》这首歌，我要是学会这首歌的话，我的愿望呀就实现一大半了。那好吧，我教你，跟着我唱吧。哎，zamanda param sen var, mini bundak ayın
的花样怎忘？阿吉尼木拉吉汉，嗯，该你了。你会笑话我的。我不会笑话你的，你先学唱歌，然后我还要再教你弹独踏呢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就试试。好。Özen onda baram sen bay. 行吗？好，特别好。哎，唱，继续唱啊。Meni onda amaydı koyam sen bay. Vay cinim ra. 我就说了，你会笑话我的，你说话不算数。我说托尔逊哥，你还是别唱歌了，还是回去看你的店吧。哎呀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哎，尼沙汉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有话快说呀！再说我还得回家呢。听说到你家的媒婆把门槛都踩平了。对呀，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瓜熟蒂落吗？我走了，再见。看大不看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好的好的，我们商量好了回报。再见。哎，好，慢走。走，女儿呀，你都看到了，来提亲的接二连三，别再犹豫了，该定下一门亲事了。妈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现在还不想结婚。做妈的有多难呀！前天我在路上遇到塞赫丁毛拉他们，他们说，女孩子一皮毛打不倒就能嫁人了。你女儿老大不小了，该找个人嫁出去了，羞得我真想找个洞钻进去。你总得让妈妈抬头做人吧。上个星期买卖提名老爷上门提亲，让你给他做小老婆，我好不容易劝走了呀，怎么能做小老婆呢？亚森克热是个好人，虽然年纪大了一点，但和我们般配，老实本分，心地善良，手头还有点钱。如果你嫁到亚森克热家，我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你好，哈坦姆汗。啊，你好。您是路过？我去买点东西。哦，你等一下啊。请收下，我已经准备好送过去了。恰巧呀，您正好经过我这儿。哎，这多不好意思呀！哎呦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？我们都快成一家人了，拿着，拿着吧。这太不好意思了。哎呦，别推辞了，没关系的，拿着吧。好吧。再见啊！再见。再见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天经地义。哎，这不是只对你一个人。哎，就说我吧，13岁就嫁人了，这不活得好好的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啊。现在什么事儿能有个准点？我就说呀，姑娘，你就不要再固执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说华谈汉，这结婚嫁人，这可不能听孩子的。你说不是？女儿啊，这日子过得你都看到了，有了上顿没有下顿的。看看你弟弟，你看看他，我都担心他长不大了。孩子，我们女人命苦啊，你总得可怜可怜我吧。哎，你们请，你们请。孩子，吃吃吃啊，哦，吃。
看样子，八一大哥这两三年里，好像不会为我完婚的。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让我妈去你家，送彩礼、提亲。但妈妈现在病了，卧床不起。唉，你还没有订婚期吧？你尽量把婚期往后拖一下，好吗？宁沙汉，我的心里除了你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好久不见了，哎，坐坐坐下，哎，你们好啊，吃点什么呀？啊，给我拿一个抓饭吧。啊，抓饭吧，再放点烤肉。哦，行，好。哎，要打包啊，我要带走。哎，好。你能答应吗？你心里只要图尔逊一个人，但是你和图尔逊的事情注定成不了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成不了？妈妈，图尔逊现在还没有能力结婚，我们等不起。
嫁给了亚森克热，我是结婚，图尔逊则是办丧事。后来听说图尔逊料理了母亲的后事，40天以后到山上为八一老爷放羊去了。米沙汉，结婚以来你总是闷闷不乐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怎么可能呢？就是不太舒服。哦，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大夫？不用了，不碍事儿的。那样的话，我就到店里去了。你把门反锁好。我走了，再见。等着瞧吧。哎，等什么？哎，老爷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那好，那好。哎，老爷。塞吞汉大婶，你唱的那些歌真是太好听了，也不知道这些歌都是谁编的呀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妈妈就唱这些歌。听妈妈讲，这些歌都是从她妈妈那里学来的。对了，上次有人说唱歌是罪过，不是这样吧？我们唱的可都是大家在唱的歌，我们的歌声给人们带来了欢乐。如果说那些人说的在理，那我们的前辈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歌曲流传给我们呢？哎，我说亚森卡热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觉得吧，人越有钱他就越吝啬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啊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，卡热阿姐？你的老婆米沙汉在外面抛头露面去唱歌，你也知道，娱乐跳舞这种事情啊，是丢人现眼的事情。为了点钱，怎么能干这种事情？难道你不知道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啊。你应该马上制止。难道你养不起你老婆吗？
尼沙汉，我知道你喜欢唱歌，声音也好听。这可是以前去唱歌，都是因为生活所迫。现在啊，日子也过得还滋润。所以啊，今后就别去唱歌了，别再奔波了。我出去唱歌，不是为了生计。唱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尼沙涵，你要记住，你现在可是我老婆。前一阵子我是怕你伤心，没说什么。这外面说什么的人都有，还有直接指责我。想一想，这些人说的也没错呀。再说了，我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你也要考虑考虑我的颜面吧。如果太想唱歌了，你可以坐在家里面唱吗？难道我要一辈子窝在笼子里唱吗？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如果你懂我的心，就不要来阻止我唱歌。尼沙汉，你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既然说你不能去唱歌，你就不能去，岂有此理！今天在藤汉大婶过来请我，说明天有一场女子买西来普，既然那里面没有男人，我也想去参加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已经说了你不能去唱歌，你就不能去。西里普的婚礼啊，真是热闹，尼沙汉的歌唱的才叫好呢。安拉呀，真是赐给你老婆一副好嗓门儿。丫头，你当真没看错？哪能看错？再酷扯，说起唱歌的尼沙汉，谁不认识？再见，走了。再见。去哪儿了？我再问你去哪儿了？唱歌去了。我不是告诉你不能去唱歌了吗？我说的话你到底听不听？我也说了我离不了唱歌的。是吗？这么说，我说的话在你看来就是一句废话了。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尼沙汉，你真是头发长，见识短呀！不认错，还跟我顶嘴，这就是在你们困难的时候我帮助你们的报应吗？别忘了，我是你丈夫。好，你说什么都行，反正我是不会放弃唱歌的。与其生活在没有歌的世界，我还不如去死呢。我不需要那种没有歌声的诗社。我拿来。我的心，滚！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婆，快滚！
结婚还不到半年，你怎么能顶撞男人呢，孩子？妈，他明明知道我是唱歌的，还跟我结了婚。现在他又小心眼，又阻止我唱歌。结了婚就得听男人的。反正我离开他一点都不后悔。我心里要唱歌的这把火，谁都别想阻拦。妈，妈，你没在喝药吗？这病拖得太久了，恐怕那些药也不管用了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可你要知道，女人还是有个男人陪伴的好。真担心我不在世了，你可怎么办呢？快别那么说了，妈妈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还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？啊，我从城里过来的。我哥不是在山上吗？我是为侄子的婚事而来的。山上的情况怎么样？托真主的福，都还可以。哎，你的婚事办完了吧？哪里呀，明天才办呢。哥哥想请库车的一个叫尼沙汉的艺人来婚礼献艺，但那个女人呢，说自己刚刚跟男人离婚了，心情不好。再说那个地方太远，一口拒绝了，不来了。所以我就耽误了。哎，你可要参加啊？你刚才说的可都是真的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你怎么高兴成这样？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那婚礼你要去啊？婚礼啊，我是去不了了。哎，你又怎么了？这个呀，以后再告诉你。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真主保佑。哎，土尔勋，哎。哎，托尔逊，以后呀，我再给你解释。驾，驾。欺负你了？那倒没有，我不想跟他过了。当时八一大哥要我去沙雅开店，我不愿意去，就上了山。但是上了山，我还是不能把你忘记。跟我一块去沙雅吧。不行。为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我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，可你还是一个没结过婚的小伙子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你结婚也是没办法的呀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脸上无光，不能和你在一起。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姑娘，你们也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。但这次我是为了把你娶到沙雅才来的。我不能离开库车，妈妈的身体不好，也许命中注定我们俩没有缘分。你保重。你是汉，你是汉，我会等你的，愿主保佑你。托尔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阿吉大哥，我决定开沙雅那个店面了。啊，好啊，
这就对了嘛。让你到沙雅去，其实也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让你磨练一下，让你早一点独当一面。如果生意做起来，也可以让你早点成家了嘛。妈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妈，你这是……孩子，恐怕我要走了，让你没了依靠，你别怪妈。别胡说了，妈妈，我这就去给你拿药，你等我。妈妈，我把药给你拿来了。妈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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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你醒一醒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后来，在屯汉大婶把我和弟弟接到他自己家里，收养了我们。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，在屯汉大婶又当我妈妈，又做了我的师父。他男人艾麦迪科热大叔也成了我们的父亲。40天的消气之后，为了生活，我又开始唱歌了。我开始全身心的唱歌，努力的学习新歌，尽情的唱。你也不去库车了啊？太忙了，这生意忙起来呀，哪都去不了。尼沙汉再婚的事儿听说了吧？什么？尼沙汉结婚了？是啊。跟谁呀？和一个弹琴的。你对他的感情啊，我可知道。你就死了心吧你。现在你挣钱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个家，安心过日子。沙雅的姑娘也不少啊。有些事儿不是说忘就能忘记的，大哥也催了好多次，我说我不想结婚，你猜他说什么？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大夫？你哥跟我说了好多次了。是啊，听说我哥有个叫伊布拉因伯克的朋友，他很想把那个朋友的女儿介绍给我。哎呀，我说图尔逊，你听你哥的没有错，他呀不会害你的。艾利马侯，今天请您过来呢，是有一件事儿。尼沙汉的弟弟阿布杜热依木也长大了，他很想拜您学艺，麻烦您就收下他，教他弹弹坦布尔。这是好事儿啊，但是说到技艺，那还不是我跟着你们学吗？对了，艾利马侯叔叔，上次道台大人出外游玩，迪马摔死以后，您不是编了一段歌谣，
实在是编得太好了。是有这么回事啊。最后几句我记得是：坎儿井的路歪七扭八，周围的芦苇横七竖八，摔得大人一命呜呼，五斤白酒逞英豪吧。这词儿实在是编得太好了，我呀就赶紧编了个曲儿来唱。哦，太好了，是有这么件事，我这民谣可就要流传开了。也好，让更多的人看看这些贪得无厌的贪官的真面目。是啊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泥沙汉现在可是名人了，他一个顶三儿，啊，名气比我的老婆还响亮的。卡热大叔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孩子，你叔叔说的没错。泥沙汉啊，你还有这样的才能，那我们可得见识一下，你给我们来一段嘛。啊，来一段吧。好的。各位晚上好，晚上好，鄙人斯拉吉，闯荡江湖在四季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我最尊敬大王啊，尊敬大王和卡子，没人疼来，没人理一句，难道你还是一个光棍吗？大王有所不知啊，我是夜里自个儿抱自个儿，火炉没柴烧，丑得又像个大猩猩，这样的男人没人娶要惨呐、你朝往王府走动，能逗乐我，给你娶媳妇的事儿包在本王身上了。拉吉，多谢您了，我总算有老婆了。赏赐。哎，亲王阁下，您真是一位爱民如子、惜才爱义、与民同乐的清官啊！啊，佩服。老爷过奖了。我宣布，胡尔邦节礼拜过后，草场上
大摆宴席，欢歌笑语，屠宰牛羊，派送粮食钱款，救济贫困孤寡伤残，此欲献佛太祖大名，感谢。Dosya bulup ötkenle, özlemini eğitip kallay, Kaşkaya gitip kallay, Ulan bulsam etmellek, ötken bozu sevellek。乡亲们，在教育部门的帮助下，我们库车城就要建立新的学校了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办女子学校、成人识字班、书法培训班等。可有别有用心的人，却散布谣言，说这些培训班是散播流毒、背叛教规，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。如果你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变成睁眼瞎，那么就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去读书，更欢迎你们也来读书。告诉你们，觉醒的时代已经到了，我们也该清醒了。啊，知识就是财富，有了它就不会成为奴仆。这个财富别人拿不去，小偷啊也偷不走。乡亲们，快点了，快来吃饭了。尼沙汗，图尔逊格，你好吗？我还好，你呢？我也还好。听说你又结婚了是吗？啊，我没有结婚。你说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是啊。天哪，原来巴拉提是为了让我结婚才说的假话呀。我怎么这么糊涂，就不知道到库车打听一下虚实再结婚呢？也好，你不结婚也不行。你的妻子呢？她跟你一起来了吗？她生孩子了，在她妈家。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叫什么名字？男孩叫卡迪亚。祝贺你，你妻子也和我一样是一个弱女子，你要好好的待她。你伤害呀，世间有很多人，可我的心里只装你一个呀。也许这就是命，人绝不过命的。你如果真的想让我高兴，那就好好的善待你的老婆，还有你的孩子。
爹。喂，徒弟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老爷有什么吩咐？明天下午把那个唱歌的泥沙汉请到我这儿来。好的好的。等等，让他带上毒毯。哎，好的老爷。老爷，泥沙汉带到。啊，请他进来。请进。啊，泥沙汉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有阵子没见到了。泥沙汉，怎么最近连影子都看不到了？快把我忘了吧，他也不来看看我。问个安什么的啊？不知道老爷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当然有事了，我是想念你百灵般的嗓音，找你来开开心，这难道不好吗？不会就只有我一个人弹唱吧？听你一个人弹唱，那才是最美的。哈哈。泥沙汉，你那么漂亮，而且年纪轻轻就一个人，哎呦，太可惜了。你常常过来，我们开开心心的聊一聊，你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啊。看来老爷，你是看走了眼了。我虽然穷，可是我凭良心吃饭，我走了。等等，泥沙汉，我就是随便的说一说嘛，犯得着发那么大的火吗？既然来了，不唱两曲就走，不太好吧？好。的女人，你还想挖苦我？徒弟，给我拦住他，他跑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累什么了？赶快追追追！站住！抓住他！沙汉在哪儿？他跳崖摔断腿了。摔断腿了？是啊。哎，君命就是天命啊，
不听我劝，好了吧？上天替我惩罚他。哎，老爷说的对，我们把他的都塔尔抢回来了。嗯，好啊，琴拿回来了，就好啊。是把好琴呐。啊，给他们赏钱。哎，还不赶快谢谢老爷！哎，快，谢谢老爷，谢谢，走走走。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姐，有弟弟在你身边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从明天开始，弟弟就不去弹琴了，天天陪着你，守着你。最让人生气的是这些混蛋抢走了爸爸留给我们的杜塔尔，我真怕他们砸了我的琴，怎么办呀？我明天就到老爷那儿去，把我们家的杜塔尔要回来。我的孩子，老爷是个惨无人道的家伙，可不能去他那。你要是去了，他会拿你出气，非打你不可。依我看，老爷绝对不会砸了杜塔尔的。坚持住，马上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好了啊！热抓饭来了！你们听说了没有？那个叫泥沙汉的女人腿给折了，摔惨喽！不光腿折了，嗓子也哑了，哎，脑子也不行了。嗯，什么原因呢？能有什么原因？明摆是遭毒中了。哎呀，圣明的主啊！哎，吃吃吃吃吃。您是老爷，她就是一个寡妇，是一个被男人遗弃的婆娘。她还有胆子奚落您？日子长着呢，看着阿健，秋后我会算总账的。姐，看你一天闷闷不乐，我找了一把琴。虽然旧了点但还能弹。太好了，弟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都快把我憋死了。姐，有句话一直没敢说，不知该不该说呀。什么话？你直说吧。现在都说姐姐抛头露面，四处招摇唱歌，遭了天谴。我们真不该干这个行当。连你也这么说吗？你难道没有去告诉那些人吗？姐，你没有上街，不知道真相。靠卖唱，恐怕这条路以后是走不通了。你有话就直说吧。现在我们已经揭不开锅了。我打算到都县别巴扎卖苦力，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在敦汉大婶了，他答应每天都来照顾你。好，既然你有这样的打算，那你就去吧。姐，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不，我不会的。可是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那我就走了。再见，姐姐。
是谁呀？我叫托尔逊，是阿巴拉巴伊的弟弟。我是来取尼沙汗的都塔尔的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把尼沙汗的都塔尔还给他吧。如果他需要都塔尔，就让他自己来当面认错。尼沙汗是不会再踏进这个屋子半步的。<笑>是吗？ 你是他什么人呢？这个不重要，他只是让我帮他取回都塔尔的。嗯，我要是不给呢？抢夺一个弱女子的物品，你不会觉得羞耻吗？把都塔尔拿来！闭嘴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哎，滚，走，我不走，出去！哎，出去，看我，不要看我，等等。 哎，你要干啥？ 哎，杜达尔。 拿去吧，啊，给你，杜塔尔，杜塔尔吗？你太鲁莽了，你看看你的伤，这都还没好呢。没想到他是个蛮横无理的混蛋。 你最近的生意还好吗？啊，还好。这次我把沙哑的店铺关掉了。为什么？你的妻子呢？我们离了。你这事做得不好。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婚姻，当然，这跟你无关。那孩子呢？留给他妈了。另外。 阿布拉巴伊三天后要去麦加朝圣，我要把他们呀送到喀什米尔。送完了就回来了吧。这次出门，我们会带很多货到喀什格尔，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我要在喀什格尔把这些货都卖掉。等他们朝圣回来后，我们再一起回来。这一去没有一年是回不来的。尼沙汗，我们好不容易活到现在。 尝尽了人间苦难、分离和思念呀！是啊，在你们从喀什喀尔平安回来之前，我会等你的。让我们幸福、快乐的度过我们的后半辈子吧。那一天会来吗？会的，尼沙汗。 在我们重逢的时候，愿这棵玫瑰开得更加娇艳芬芳。托尔逊又走了，只是这一次，他把美好的憧憬、欢乐和期待一起带走了。那些日子。 我的快乐并没有终止，在对美好爱情的无比向往中，我放飞了憧憬。在屯汗大神的鼓励下，我重新拿起了达普和杜塔尔。后来得知，托尔逊在喀什格尔做生意期间，
拜一位都塔尔名师学艺，亲手为我制作了这把琴。县长阁下，您这次官升一级真是可喜可贺，本该早一点来祝贺，一直没有机会，今天这碰上了，真是惭愧呀。哪里哪里，别这么说话啊。您先过目，这是名单。65个人，好，这次你在圣都办大人面前又要立大功了啊！啊，县长大人，这功劳不能您一个人占了吧？我的意思是，哎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办啊？明天晚上，消礼之后，您看怎么样？哦，县长大人，您要是想加几个人，我马上加上去，行吗？这样，你给我加上一个人。加谁？阿基大哥，啊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库车县城了。是啊，这道路太漫长了，总算回来了。我日思夜想的家乡啊，回来了。阿杜哈利克，哎，老爷，托尔逊，把你的马给他骑，你赶紧进库车城，把我们安全返回的消息告诉家人。好的。你好，泥沙汉大姐。你好，托尔逊大哥，他们傍晚就到了，我是专程来保平安的。再见。再见。别忙了，剩下的活慢慢干吧，先吃点东西。哎，托尔逊叔叔，快来吃饭。哎，好，马上啊。阿吉大哥，我外面还有点事儿，去去就回啊。我说你也累得够呛，今天就休息吧啊。我也没有对别人说我们回来了，你呀都忍了一年了，还在乎这一晚上吗？晚上就别出门了，明天再去办吧。快过来吃饭吧。大哥，是来抓我的吧？开门，不能开门呀！我们从后门跑吧。快走！
快去，你也快点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这也没有人，站住！站住！从后边跑的，给我追！是是，给我搜！就这样，徒儿勋哥走了，他把亲手制作的都塔尔留给我，永远的走了。后来听说那一夜阿布拉巴一口气跑到伊犁去了，从那以后，库车没有了安宁之日，每个人都只顾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库车又被笼罩在黑暗之中。再后来，迫于生计，我和阿卜杜热依木出走拜城。1949年全国解放，我们才终于返回库车。那时，库车成立了文工团。受到县长和文工团负责人的邀请，我到县文工团工作，迎来了我艺术人生崭新的春天。李沙汉大姐，你会唱多少首歌啊？我会唱300多首歌呢。哇，这么多！您可以用手鼓和都塔尔一起弹唱，是您独创的。是啊，李沙汉大姐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要到各乡村、其他县市，甚至要到乌鲁木齐去演出呢。您是主唱，好了，乡亲们太想听到您唱了，盼了很久了。好，好，我也非常的想念他们。那我们就去。
1956年，参加全国汇演，我有幸与全国著名艺术家同台演出，这是我人生中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件大事。到了首都北京，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。你都看见了，孩子，现在我老了，不如当年了，但我这把老骨头只要有一口气儿，我就不会停止唱歌。我自认为应该唱好先辈留下的歌，如果这些歌曲能通过我的传唱流传下来，代代相传，流传到后人，我就知足了，孩子。只有这样，兔儿勋歌在天之灵才能够得到慰藉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音乐歌曲时间，下面播送的是库车民间艺人倪沙汉演唱的歌曲《心碎了》。倪沙汉阿布杜歪里，著名库车民歌传承。1902年出生于库车，他一生都在歌唱和收集库车民歌，对库车民歌的发扬光大做出了不朽的贡献。他曾是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、新疆音乐家协会会员、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库车县政协委员。1987年，在故乡库车逝世，享年85岁。